哎呦，我热死了！天哪，实在是粉丝太多了，一直在掉线哦。好了，我们又连接上了。我播了，宝宝特颜无敌，好帅啊啊！他说的，好，涛涛在唱歌喽。涛涛，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为什么腿上有那么多伤疤？就以前上节目的时候，造成的。造成的？涛涛多说几个字吧，怎么造成的？就是跳，这个是跳水的时候。跳水？这个疤是跳水的时候。然后是缝针了吗？没缝，那时候就让他自己长好了。坚强的涛涛，是跳舞造成的吗？跳水。我太不专业了，我有罪，我有罪，对对对，我有罪。听说今天粉丝有送礼物吗？可以自拍的，自己直播。对，现在就是涛涛自己在跟大家打招呼了。Yo, what's up, everybody? I'm Swaggy T, man. 那个随性啊，我那个什么，我不知道该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反正今天晚上不会迟到的，加油。好，今天晚上不会迟到。好的。吃了，吃东西了，还吃一些就是食物补充能量。听说今天粉丝有送礼物哦。这是什么啊？你是昵称是叫功夫熊猫？对对，没了没了。我还以为你要说一大涛涛人很 nice， 但是回答就还蛮简约的。对，涛涛讲话基本上都是讲两个字。我要说什么？哎，我们直播真的是。我不是说要干嘛，所以我不爱直播吗？哎呀，没关系，你就做自己就好。哎，刚刚问题还没问完。对对对。还有网友问涛涛喜欢什么样的女生，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吧？喜欢什么样的？其实，要有一种感觉。你可能心里面你想你喜欢这样的女孩，但其实如果你真的碰上一个你喜欢的女孩，你后来你会发现其实她并不是你喜欢的那个女孩，你喜欢的那种类型。所以其实我觉得很神奇啊，你不可能没有固定模式，不可能说你想要找什么样的就真的可以找到什么样的。对，可能说这个女孩很适合你，但其实她并不适合你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说呢，这个手机没有固定的答案啊，我觉得感情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很难说。对，还想再听《狗们带你酒店去循环吧》。再，可以直播一下。哇！对，他都很喜欢听音乐，虽然。谢谢，这个软件只有我的歌。也不错啊。大家看哦，这是黄子韬的歌单，只有他自己，他说。平时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就是会尝试。好，对，他会给我们听一些他平常喜欢听的音乐。啊，说卡的朋友们，我啊，要看涛，别卡了。这因为观众实在太多，太多不好意思，没有办法，真的不好意思。嗯，但是我们对，给大家直播音乐，涛涛说。现在是我们的 DJ 涛涛时间。DJ 涛涛时间。所以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不给看了。哎，所以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吗？就是有 free， 有 free 的感觉。你喜欢节奏感的东西，节奏感。R&B， 很喜欢 R&B。所以他本人的音乐风格也是比较偏 R&B 这种感觉。Rap。大家都说很酷哎。对。粉丝又问什么时候发新专辑，这个也是他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还
好，很随性的一个直播。我还有最后一首压轴 MV 主打，是比我之前 The Road 和 Hello Hello 还要好听，然后 MV 更 swag 更好的一支 MV， 他还没有发，所以这首歌是我最有信心带着 C-pop 的标签的一首歌，所以你们要多多期待，然后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这首歌我觉得会很牛，我也爱你们。什么时候开演唱会？演唱会十一月份亚洲巡演，可能会在上海，然后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对，还有什么？没有问题。有电影，然后夏天19岁肖像7月8号，然后铁道飞虎12月16号，然后游戏规则的大年初一，然后之后会有会拍很多，反正已经到明年的上半年了，所以有一些忙，所以我没有时间度假。天哪，他都疯狂哎！今天早上到的吗？对。睡得好吗？睡了11个小时。中午吃了什么？我就随便问了。对，吃什么？牛排。现在饿吗？待会儿看秀会迟到吗？不会迟到。我等会儿我就走。秀几点？换歌了。秀几点？7点。秀7点。你几点到？几点？反正不会迟到，对。好。是太痛，不知道我该干什么。没有，就做自己。做自己就好了，就做自己喽。对，稍后涛涛就要去换他今天晚上看袍了。好的。把他不打的风景，小白干两句。来，我们来看一下涛涛房间外面呢，看出去是一个很美的广场。涛涛正在练歌吧，我猜。好多人要你跳舞哦。跳舞。你们真的很幸运，涛涛正在现场唱现场给你们耶。我们的观众已经快8万了耶。点赞我们现在点赞是已经这么多，你先就是大家踊跃点赞，就是说这次有7个手机赞。哇，我现在已经看到就是已经有快200万的一个点赞。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这会随机抽取7名的这个幸运观众，那这个观众呢，每个人都会获得一个由涛涛和宝姿联名设计的一个亲笔签名的手机壳，这是我跟宝姿合作的一款公益慈善的衣服。好，涛涛正在跟我们展示一款他和宝姿合作的一个慈善的公益衣服。Can you leave me dream 是我 Hello Hello 歌的一歌词。好，这只小狗是我的小狗 Candy， 狗在我的美拍上你可以看到。哦，所以这个小狗就是涛涛本人养的一只小狗是吗？那你现在人在外面会想你的小狗吗？特别想。那它现在是由就是别人在代养是吗？我表哥跟我妈。表哥跟妈妈正在代养他的狗。Candy， 涛涛的小狗叫 Candy 哦。你跟 Candy 是不是很黏？如果在家里的话。没有在看我。对，他正在 freestyle 唱一些歌曲，你们就好好的看他的一些 movement 好吗？很好很好，我们就很喜欢看随性的感觉。换歌了不要直播了，换
衣服了，哦、好的衣服了，我们先出去。我们先要让他涛涛。待会儿见，待会儿见，待会儿见。不会了，还没学后面的英文。我去换衣服了，拜 ，see you later。好，那么涛涛刚刚给大家唱了那个现场的卡拉 OK， 现在涛涛要去换他今天晚上的一个，换他晚上的，你看他已经去换衣服了，对吧？好，我们给汤涛一点自private 的时间，让他去就是换今天晚上的美衣。我们现在放这儿给他们听音乐也不错。汤涛说的，嗯。好，涛涛说可以把手机放在这里面给你们听音乐哦。我就，哎，好。别走啊，别走，给你们听歌啊！不要走开啊，大概换完衣服我们就过来哦。给你们听歌啊！好好好，给你们听歌啊，别走啊！期待变身。啊！我看到你换衣服哎。You're overprotective when I'm leaving. Trying to compromise, but I can't win. You wanna make a point, but you keep reaching. You had me from the start, and let this end. 'Cause you wanna go to the left, and you wanna turn right. You wanna argue all day, make a love all night. I push you up, then you're down, and in between. Oh, I really wanna know, what do you mean?怎么是自拍模式？我们还是担心呢，就是说这个空档有点干，所以我们边放涛涛给大家分享的一些音乐呢，边呢就是也是帮大家环绕一下，就是他的一个套房，好吧？他住的这个床哦，就还蛮特别的，是一个圆形的床，很 fancy， 像不像王子住的那种床？啊换衣服、谁把音乐打小了？哎，你们刚有没有看到？就是涛涛稍微出来了一下，啊，闪亮登场，有没有？有没有 ？Pose 就是很简单的这样白色的感觉。对他今天就是一套非常就是简约的一套。因为我是去看秀，所以我这个穿的比模特穿的好看，但我觉得太抢眼了。对，今天他就走的是一个很简约很随性的一个 easy chic 的路线，是不会显得太就是太刻意的感觉，也有很多细节的哦。但是呢其实这个衣服确实还蛮多细节的，包括他这个胸前呢有一个应该是银饰的项链吧，可都行哦，这个是他自己的私物，我想好的，以简单为主，但是呢又很有质感。哎，换上衣服的涛涛就更加的有这个巨星的感觉，有没有？就是跳舞也会很有。哎，有一个粉丝就是已经对，有一个粉丝呢正在就是发狂。哎，那个安保把他带走好吗？谢谢。哎，涛涛怎么在？对，他在理行李吗？理行李。哦，拿了一个充电线，好的。充个电而已。
这个迷妹。建议大家去买一个多用的 iPhone 的一个插头，它可以连续充四个手机。听到没有，涛涛建议大家呢买一个 iPhone 多用插头。建议换成这样比较粗一点，这样手机充电玩游戏也不会爆掉。听见没有，爱打游戏的朋友们记得买一个这个东西哦，叫什么名字啊？iPhone 多用充电。在 LA 买的。在 LA 买的，对。苹果专卖店应该有卖。苹果专卖店应该有卖的。剧情得加长。对，就是涛涛正在跟大家那个推荐一些他的一些就是明星私物。哎，这个音箱很好看，有没有？快去买好吗？应该快要断货了，对。BNO 的，是 BNO 的音箱，对。想要就是更好的听涛涛的一些新专辑呢，就可以买一个这样的音箱，就放他的音乐在家里面听，对。并不是广告，谢谢。这位说是广告的人呢？这不是广告，这是我自己用的。对，说这。我从来不打广告。对，你们真的误会你们的偶像了。因为 whiskey 就边喝边听音乐，今晚可以喝，没问题。兴奋吗？兴奋吗？你们的偶像在跳舞耶！你要坐在这看。太二了，蛮可爱的嘛。我实在是无聊的要死，我太无聊了，所以跟你们玩玩啊。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哎，我们是不是快要就是准备出发了？好，还有几分钟啊？好，还有五分钟。最后一首《Underground King》送给大家。好，最后一首。Feeling me, money, driving.
All you got is free. Can you run around, yeah. Please call me T-A-O， 其实你不想也得叫我 T-A-O， 要跟我说废话别人还是去找家长吧，我们实验室在太崩溃不能浪费。 I'm busy boy my black， 看得多一成为 trouble SL， 全球流行 I'm cowboy missing crazy、yeah. I step in paddle， 想过这样的生活我建议可以买拉倒，别说我骄傲我从来没骄傲，记忆的灵魂潜在口袋里也没骄傲，请你们看其实的夜里怕谁在带领了那么多的 rap， 就这数值得骄傲。看清楚时代吧，谁把的忘下 The rap guys give a damn， don't gotta thank you， 我就是这么有个性 I'm like king他住在不满的话地上，作品都没出废话，就好好眼神这边下来继续听歌，你们每次个用我创造的勾带哈 Rap in your city so freaky， 每一个人听到我的 flow That's my king card， 天生的有穿透力的声音 Do you like it？Can't take my old people, let me know the car. Clear, here's the people, love my life, or seven better from. Can I happily ready to 下一个地方度假？我别羡慕，不是谁都可以成为像这样特别的人。他的光说不做的人，或者说他永远比起做的不切实际的人。我想起个词，说拿起手中的笔，迈块难着的样子，一直在天边。如果你想来，就先把雨灯练好。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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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歌谣看清楚是的吧，谁怕的忘掉 The rap guys give a damn， don't gotta thank you， 我就是这么有个性。天使爱豆样样出彩，这不是 fantasy， 我是 rap thinking 还是演技，就是这么的有出息，去哪都是 VIP， 但我尊重每一个人，都是 fantasy， got the fuck out of my ear， 节奏吧，跟着音乐拍手吧，还想再听 echo 吗？那你就拿去循环吧，现在跟着这个节奏点头吧，跟着音乐拍手吧，还想再听 echo 吗？那你就拿去循环吧，拜拜。好了，我们现在呢就要出发去秀场了。Yeah, let's do it. Let's go.Let's go， 好的，我们要出发喽。好的，马上就要上车了。对，你们的涛涛呢正在拍一些宣传照。涛涛这回住的这个酒店呢有100年的历史，是一座曾经的古堡，是不是和涛涛的这个王子气质呢很符合？
灯是不是很美啊？是古董哦。然后我们现在正在用的是酒店的 WiFi 直播，稍后我们要换成一个 4G， 可能要稍微断一下，也有可能网速不是太快，希望大家呢见谅，希望大家呢就是耐心一点。很多很多人气真的很旺。对，真的是，我们稍后要稍微断一下。你要把那个灯关掉吧，刚刚。肯定要，那不然会断。先上车，等一下。我要坐在旁边吗？好好好。如果缺人，拉一下怎么的？这辆车，这还一辆车啊，干司机。好的，我们涛涛呢正在做最后的一个装法的这个调整。前面还一辆车呢，让他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这是我车上的客人呢。他好的。想爸爸了。涛涛说他想爸爸，要打一个电话，我们等一下他好不好？前面还有一辆开斯林，你可以坐那辆，前面还有一辆。下次直播我可以打王者，我可以打边打游戏。可以边打游戏。可以的，做自己很 OK 的。开斯林，这车先走，小芳先下的是吧？不想啊，你到他先走。大帅，你先走啊！对，你跟他先走。趁涛涛现在非常忙，我们趁乱问他几个问题。果汁还是咖啡？咖啡。不能想哦。淋雨还是沐浴？什么？淋雨还是沐浴？什么东西？情愿情愿淋雨还是情愿洗澡？那当然洗澡。不能想。那当然洗澡。沐浴露还是肥皂？我们正在。品种菜肴。菜肴，肉啊，最好的肉，只吃牛肉不吃羊。然后再就是白菜、菠菜。最讨厌的三种食物。那个苦瓜、木耳。木耳，哎，我也很讨厌木耳。木耳。没有，没有。好的。从来不挑食。涛涛不挑食，听到没有？我只要有吃的什么都吃，因为我平常吃不到什么好东西。吃不到什么好东西。太苦了吧。平时都在吃什么？没有时间，天天拍戏啊，活动啊，就吃。对，太苦了，太苦了。涛涛真的超努力，我跟你们讲，超辛苦。所以我吃的火锅剧对我已经是个很大的奢望。是吃辣的吗？我在丛林法则想要吃顿火锅，我们天天，我们几个成员天天在丛林法则里面，在那个丛林里面想，天天幻想有火锅吃，但其实什么都没有。怎么幻想啊？就每天就 想现在我在吃牛肉。我们那时候没有吃的。哦。明天记得看丛林法则吗？重复一遍。丛林法则记得要看哦。丛林法则丛林法则。我有错，我有错。他是陕西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的法则，我们不是丛林法则。哎，我累了。丛林法则。我们的法则。我们的法则。嗯。有完没完？我累了。我们的法。我们的法则记得要看哦，涛涛拍的非常辛苦，非常辛苦，一定要看，一定要看。然后还有什么要问的？粉丝可以问一点。哎，粉丝你们，观众大家好，观众大家好，是这样子呢，我们帮大家得到了一个福利，就是说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只要不是太超过底线呢，我们都可以帮大家去来现场问涛涛。二选一也可以，快问快答也可以。会紧张吗？不紧张。热。涛涛很热，现在空调有点还好。还好，再来一下。
胖。哎，很黑呀，这个房间里面啊。然后上飞机。哎，怎么还没有人问问题啊？最喜欢的游戏，有人问涛涛最喜欢玩的游戏。手机版的 LOL。听到了没有？手机版的 LOL。撸啊撸。撸啊撸，他很喜欢撸啊撸的，手机版哦。我是王者。他是王者荣耀。全区排名前五，全区贵族排行榜第一名。涛涛打游戏打得真的很厉害，虽然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真的很厉害。玩那种手机里的那种什么下棋游戏啊，连连看呐、啊，扫雷。哎哎，他白了我一眼，天哪！天哪！哎，这个主持人真的可以自扇耳光，真的笑不出来。没有人能打过我的团队。哎，涛涛说你对矮的女生会就介意吗？长得漂亮。多矮呀、啊？对啊，多矮啊？多矮呀、啊？就是多矮，你是觉得不 OK 的？我觉得起码到这个地方。哦。肱二头肌。对，要到他的肩部，肱二头肌肩部的这个高度，他觉得是 OK 的。这到这也就1米6了。哦，1米6。我1米6怎么样了？我们1米6有错吗？主持人有事吗？马上快到现场了。涛涛真的很搞笑，我觉得真的蛮幽默的，真的。哎，这主持人真的。啊。没有人想看你，谢谢。没有人想看你，谢谢。耿直就耿直吧，耿直就耿直。哎，有人问涛涛那个演唱会会去西安或者是东北吗？西安。西安，西安。明年吧，明年演唱会应该会多一些。他说明年的演唱会多一些，可能会有西安或者东北。只有在舞台上，我觉得我才能找回真正的自信。只有在舞台上，我才最快乐、最开心。唱歌跳舞是我最喜欢的事情。拍戏有时候等的时间太长，我只能打游戏。所以说，就是说，作为歌手和演员，你更喜欢歌手这个身份，对吗？更享受舞台。更享受舞台。更爱诠释每一个角色。好的。所以我说过很多次，歌手跟一个演员，其实如果两者并存，要一起往上，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嗯。很少有人在做，但是我觉得，如果我努力的话，就算再苦再累，我觉得我可以。世界对我来说没有可能。是。Because I'm T A O top。蛮霸气的。蛮霸气的。很棒。Because I'm L U。哎，我觉得涛涛以后应该也不想跟这个编辑对接了吧？我已经不想坐在这个车了。所以涛涛会喜欢幽默的女生吗？就像你旁边这位。我下车。坐。干什么了这是？哎，呦，上一，最近有看过什么好看的电影吗？那个美国队长。三是吗？哎，你最喜欢的是谁？还有一个是什么？美国队长还看了什么？还看了魔兽。魔兽。因为我也是魔兽玩家，所以。哦，涛涛喜欢打魔兽。我是游戏 boy。游戏 boy 其实。没事，打游戏做一点没有。哎，所以你最想玩到。王者荣耀完，刚才他已经回答我们了，他玩王者荣耀，而且玩得非常好。王者荣耀，荣耀王者排行榜第一名，全区贵族排行榜第一名，这是有多厉害？我手打的，我70多颗星。对，很厉害。70多颗星。哎，我觉得没有找代练，我自己手打，自己每天。听到没有？没有找代练哦，没有找外挂哦。不是外挂，是代练。代练。腾讯的游戏没有外挂，谢谢。腾讯的游戏没有外挂，真的不好意思。哎，所以师傅，我们还有到什么特异功能？就像美国队长里面那帮人，你最想变成谁？万磁王。万磁王，那个涛涛最喜欢万磁王。最想变成万磁王。万磁王。哈利波特呢？也太娘了吧！哎，拜托，哎，对了，涛涛，你最近买的就是你平常喜欢购物，你喜欢买什么东西啊？潮牌啊，然后潮牌。因为如果去 LV 的话，就每一个，就它会有很多的潮店。什么？是潮店吗？对，保资嘛，然后
好，好，宝子呀，哎，宝子怎样？宝子，我们现在去看宝子。宝子怎么样？他俩觉得宝子怎么样？吃宝子吧。喜欢买宝子，对。宝子，然后接盘去儿童逛街的话，因为其实在北京的话，出门机会会比较少一些，但是在儿童会比较自由，那就会可以去很多接盘，然后一些大盘。哦，滑板。哦，涛涛喜欢玩滑板是吗？滑板不会。还行，还可以的。所以平常也是穿的比较街头感一些，比较就是随性街头一些。HCTTTAO。That's my Instagram. Follow me, follow me. 就像那件他穿的衣服，就是对，就 follow 一下他好吗？但是你们要先翻墙吧，我想。下一个 VPN， 然后就。对。涛涛说他最喜欢的运动是开车。那踩踩所以这个要很灵活。哎，他脚踝很灵活，因为一直开车。好。哎，大家很想听你说青岛话耶。青岛话有什么好听的？哎，他开始说了，他开始说青岛话了耶。虽然我是青岛音啊。有没有青岛音？有没有青岛音？有没有？有没有？涛涛问有没有青岛人啊？有没有青岛音？有青岛人吗？有青岛人吗？青岛小伙不好意啊，爷了毛你爷啊！爷了毛你爷什么意思啊？一砖头拍死你！哎，我听懂了，我听懂了。什么意思啊？一砖头拍死你！一砖头拍死你！你别叨叨了，行不行？那么些话子吗？我要笑了。主居然有粉丝问涛涛是王者荣耀哪个区的，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他不会告诉你的，对，这个区里是有很多人，所以找不到。哎，不然了，哎，我不懂，我不懂，哎，我不懂游戏。一个游戏没有，一个区里面没有人，为什么要放？那为什么不下一个单机游戏吗？你看涛涛的眼神，你问的问题真的是让人好。他不是主持人，他真的不是主持人。我问一个整场地问题吧。停车。你喜欢不聊了。你喜欢吃山月饼？不喜欢吃。不吃月饼。涛涛不吃月饼。月饼有什么好聊的？喜欢吃什么粽子吧？甜的鲜的。粽子喜欢吃肉的。哦。你是北方人，居然喜欢吃咸粽子？哎。说了我不挑食。哦。那甜粽子为什么不吃？甜的。Not my style。不是我风格。很多人说今天我们都是青岛人。好的，都青岛人可以，没问题，青岛话都齐啊，朋友们，喝啤酒去，结束了就喝啤酒啊，因为今天我不会迟到，我不会轻易的狗带啊。我要下车了，下车了。我们现在拍一下我们现在的时间哦，现在呢是哎米兰时间的下午17:18，然后呢是那个秀呢是晚上7:00，也就是说我们还有，我这次再迟到我也没办法，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要迟到，我提前2个小时去球场，我要是再迟到我不活了。现在离秀还有1小时40分，我想这个长度就算上海开到苏州应该也到了，对，我想应该不会迟到。第二次来看秀。对，第二次。你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怎么样啊？好玩吗？就是跟你之前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啊？其实第一次我哦，莫谈了。第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跟着那个模特上台。因为那个姐姐带我上去了，然后我就上去了。但是很好啊，很多人。而且我不知道我不可以走那个台，我以为每个人上去之前都要经过那个台，坐在那个台子上。我以为刚开始没事，结果第二天就开始说我，我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刚刚那套衣服还蛮好看的。对，谢谢。那套衣服也是我自己去选的。很有品味，选了6-7套吧，就一直在换，其实很烦。那西装真的蛮美的。对，最后就因为。他个子高，对，配上一个蓝色的，一个隐形眼镜，就跟整个衣服搭起来。
因为那时候头发是黑色，如果头发是其他颜色就不会戴隐形眼镜。嗯，因为黑色的头，我并不喜欢黑色的头发，我自己最喜欢的颜色其实就是金的。金的。金色。对。你头发一直换颜色吗？金色。对，一直要换。所以我头发漂的已经断了好多次，就我发质其实特别不好。你有用那种保护的东西吗？没有。又要自己拨了，又要自己拨了。53万。53万了。53万了呀！哎，拿好。我累了，秀场很远。师傅，我们还有多久？大概10分钟。我们还有10分钟就要到秀场了，而现在只有5:20，也就是说5:30他就到了，而秀是7点。今天涛涛应该我就给他喝3杯咖啡喝下去，在那里吃晚饭，可以在那里吃晚饭，然后吃完晚饭就去看秀。啊，我乱讲的。说实话真没关系。哎，有人居然让涛涛唱 TFBOYS。 No， not good。 你会唱别人的歌吗？你平时会唱别人的歌吗？就是在卡拉 OK 啊什么的，就唱周杰伦的歌。哦，老就周杰伦，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对对对对对对，每首歌就其实你听出来那歌，对，就觉得哇，就回忆啊，对，就是一种回忆啊。对，我上小学了，然后初中了，那时候科技还没有那么发达，对，然后就买 CD， 那时候 CD， 嗯，那时候在学校里面能带一个 CD 就很了不起，嗯，是每张 CD 都买了？没有，我只买我当时听的是潘玮柏的。买了一张 CD，嗯，哦，不是有潘玮柏的，是买了一个磁带，对对，然后杰伦哥的是买了一个，也是磁带。嗯，我那时候还没 CD， 还并没有特别流行，还是磁带，还是磁带的时候，嗯，就是小学那时候。对，天哪，小学还听流行音乐了。对，哎，你有想特别想跟哪个国际的艺人合作吗？就现在阶段有想？你是说音乐还是对音乐？音乐的，嗯，应该现在没有，因为我跟Wiz Khalifa刚合作完，对对对，刚刚合作完，所以我应该最近还没有。我下张专辑应该会主打 R&B 的歌曲，可能大家听到的rap 会比较少，但是我现在打算R&B 在专辑里面 ，rap 呢就出单曲。哦，对。哎，但中文 rap 你觉得比英文要难去 handle 吗？我觉得我唱的话可以。好。我觉得我可以驾驭中文的 rap。我对我 rap 很有自信。韩语现在还也可以讲 rap。他那行，完蛋了。哎，青岛话能出 rap 吗？当然。停车。我就喝啤酒，喝啤酒，哈啤酒。哦，哈啤酒。哎，你真的没有语言天赋，你真的对不 OK。酒量喝。除了啤酒。Whisky。没有人能喝得过我身边的人。唐卡，他知道什么叫唐卡吗？躺在他手里。我累了，I'm tired。你看，他当时唐卡的人，真的，他也是。哦，你是喝威士忌的。哎，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选一个。不喝葡萄酒。哎，怎么那么严格啊？那你只喝威士忌吗？我只喝威士忌。哈啤。每天晚上一口。哦。接下来有什么？比方说夏天的时候拍戏，有没有什么冬装啊什么的吗？很苦哎。我大话西游拍的时候会，嗯，应该会穿的比较。会粘毛。毛肯定会粘，因为眼红。嗯。现在到现在为止拍的最苦的是什么？是丛林法则的。丛林法则。真的是丛林法则啊。但也是最有意义，因为它让丛林法则这个节目呢，能让一个人。回到最原始的猿人状态，它会让人知道其实人的生存很简单，最基本的就是好的，其实每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就是吃饱了睡足就 OK 了，明白明白，吃饱喝饱睡足，这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对，但是现在科技这么发达，都是因为所每一个人的野心而造成的，不然我们还会在以前的那个时代。对，就很简单，我们现在就比如说我们在丛林里面，我们喝水其实就能喝饱了，但我们想要喝可乐，这就是我们的
多余的需求，就并不是一种基本的要求。对，而是说反了，是一种基本的需求。他不是不说这个，你把我给绕糊涂了。没事，你现在就 relax， 对，就 relax。让涛涛休息一会儿吧，他说的太多了。浩涛有点累了，他让他休息一会儿好不好？不累。好，坚持直播，坚持直播，超敬业，超敬业。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干嘛。打游戏啊，做自己啊。网不好，有网，你觉得我还会在这跟你们说话吗？我要掉圈了啊，先不进去，人没准备好。真的还蛮做自己的，蛮喜欢的。哎，最喜欢动物的是狗吗？最喜欢的狗。我也有狗哎。你那狗几岁？农老少，也有十一。苏马吉达。是什么情况下？农老少 ，LP， 苏马吉达。很可爱。嗯。他现在他指认你吗？因为狗其实只认一个主人。只认我。他每天让我感动的是什么？他会每天晚上三四点钟等到我回家了才会睡觉。我如果不回家，他不会睡。我妈妈在家看狗的时候，每天晚上跑到我的鞋子上趴在那等我，然后就拍视频。我实在不回来，他就跑到我妈妈房间睡觉。哎，但是你一直不太回家的呀，你要拍戏啊什么的。但他每天这样等我，所以我特别想。是不是因为他小的时候是你抚养他？那必须的，不我抚养他，为什么趴在我鞋上等我呢？对，你那鞋很臭吧？哎，狗很喜欢闻味道。因为鞋上有我的味道。嗯，只是我在转，还有其他车都在跟着呢，转吧。现在也碰不到他。OK， 完美的。OK。我也有时间。一有时间就，反正只要到北京，我就会看。带他进剧组。剧组不行。哎，马上玉林狗肉节，不是得吃狗肉。谁吃狗肉？是人吗？不能吃狗肉啊！不能吃狗肉啊！涛涛让大家不要吃狗肉，好吗？不要吃狗肉。我的粉丝，我觉得不会干这种事情。不能走。其实我在这儿说了，不准吃狗肉。不能走。这里面人本来就不是，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对，是社会上很多的人渣吃那些东西，对，打猎啊，然后杀的那些大象，对啊，粉丝们都激动了。哎，你喜欢拍照吗？喜欢开车。哎，两个是差很多哎。很难聊，两性差蛮多的，我不得不说。喜欢吃馒头还是面？都不爱吃。米饭。哎，我累了。好的，涛涛爱吃米饭。西餐还是中餐？都爱吃。在国内就吃中餐，在国外就吃西餐。哦。海鲜。但如果在国外，我有时候在国外特别想吃中餐。中餐。啊，所以我在 LA 的时候，我会去美洲东坡吃。美洲是吃辣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餐厅里的做的饭都特别的，感觉味道会不一样。每一个餐厅的口味都不一样，虽然是同一个菜。对。对。哎，你觉得米兰怎么样啊？第二次来了。现在转着。第一次。啊，你听见了？哎，上次他告诉我在转。上次在。哎，我先下车了，哎，再见啊。拜拜，不送，拜拜。嗯，行，我找。拜拜。死上。哎，人家在打电话呀！哎，你是第二次跟我们红秀合作，哎，上次有一次拍过一次封面的，嗯，这次还会拍吗？哎，明天。不然呢？哎。我有时候我对我自己的行程都不是特别了解。对艺人。嗯，也是。哎，笑死了！看我脸什么样？你看吧。我知道你已经拿着很累。我还好，我不累的。这是在照镜子吗？哈哈哈哈哈！他在看评论。哈哈哈哈哈！是评论太快了呀。对，评论一下子刷的蛮多的，几百万米内。嗨，小乔，大家好，我是小乔，我在看手机，我有病，太做自己了吧，我脑子不好，
有没有人管管？来来来，接表情包来。小乔他们说女的好丑。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女的呢？人家是女的，你怎么能说人家丑呢？啊，虽然我知道你。开玩笑开玩笑，她其实特别的漂亮，如果是减肥的话。我没事干，那你让我干什么？挺好的，我觉得很好。他非让我停直播，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我哎，我会被他们谋杀的啊！你下去吧，你下去就好，我实在不想跟你坐一起。那你明天还要看到我哎？他一来，他一来，他跟我说很紧张，然后，哎，我不知道你紧张什么。跟他们对对话吧。对对对，大家好，我是黄子韬。蛮好的。不复想象你离开我的时候。太厉害了呀！很多人吗？在地别墅呢。其实我觉得我化完妆其实还是挺好看的，不化妆也可爱。粉丝很多。下车。不化妆也很美。粉丝不要打我。我真的想让他下车，我有点受不大了了。我真的，虽然我明天要拍红袖杂志，但是我也不想和这样的姐姐坐在一起工作。我不是姐姐，哎，我是姐姐。姐姐今年，姐姐。唱点歌，我得唱歌。你唱什么歌？哎，他的屏保是狗哎。不是狗，我的屏幕是小狗。嗯。我的 Candy。嗨。嗨，大家好，我是 Candy， 我萌不萌啊？你看我。嗨。你看我爸在发飙呢，他是不是神经病啊？太作了。See you again. 喊麦了。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Damn, who know all the planes we flow, the things we've been through. Then I'm here talking to you, but another play. I know you're gonna handle another way, but something told me that I wouldn't last. Had to switch up, look at things different, see the bigger picture. Those were the days, hard work forever pays. Now I see you in a better place. See you in a better place. How can we not talk about family when family's all that we got? Everything I want to do, you were standing there by my side. And now you gon' be with me for the last time. You're a rap, come on now.因为 rap 真的不好唱。哎，我也觉得很难，你还把。因为我不会英文啊，韩文就好唱了。See you again。给大家推荐一首我特别喜欢的歌，叫《Three Years》。这首歌我特别喜欢。啊，是不是 Three Years？ 是 Seven Years。Sorry。你英文很好是吧？啊，就你知道这是个 seven， 你不知道我是失误说错了，啊？Once I was 7 years old, my mama told me, go make it up and learn and learn and learn. Once I was 7 years old.It was a big, big world, but we thought we were bigger. Pushing each other to the limits, we were learning quicker. 好好听，这首歌。你听听好不好听啊？真的很好听。
bed, so we were out to make that steady figure. Once I was 11 years old, my daddy told me, go get you, you'll be lonely. Once I was 11 years old. 还有很多。I've always had that dream, like my daddy before me. So I started writing stories. Something about the story just for me. Cause only those I truly love will ever. 唱首中文歌吧，唱周杰伦的最有回忆的一首。其实每首歌都特别有回忆。网太慢了，还要加载，烦死了。他说可以过去，可以过，他们没有说吗？哪？就如果我这样直播，他会在咱们那个手机里面是反过来的吗？是反过来，就是看到你本人。就是跟现在我看到的，为什么？为什么？那他跟那个 iPhone 的不一，就 iPhone 它的上去的话，他拍完一张照片会反过来。哦，你左右脸的。他这个会反。应该就是。能不能打开美拍？我看。我现在已经就是。哪里有彩虹告诉我来了，为什么那么安静，所有的月落这里，有没有找一个给我，是怀多久就弹嗓子，看不见你的满睡的照，你的什么紧握却抱不到，没有太阳还是会绕，没有我也能自己走，你爱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一切当作我最后才明，怎么是自拍？哎，有事吗？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有秀场的旁边，因为秀场旁边。啊？你不是不迟到？不是，现在走秀吗？半秀，本次是。不是七点吗？但你不是说要早到？我早到不在下去吗？可以看看后台，玩耍一番。Okay. 对啊。I got it. 有一些尴尬，但是没有关系。对，就让他尴尬好了。秀场后台的话，你会尴尬吗？这就是我平常开心。那要断掉吗？好的，照相怎么办啊？照相，不是他你重新开始要，随便就随便啊。好的，那我们稍微进秀场了。秀场门口可能人有点拥挤，所以不方便直播。然后我们休息几分钟，好不好？我们准时秀场见，或者我拍一些空景呢？很多粉丝。哎，拿好东西了，大家拿好东西哦！看到没有，超多人的。你先拿好你自己的。